大家好，首先我来教一下大家如何使用这个开关。那么大家进入到房间以后呢，首先把这个红色的开关给打开，这个是控制房间所有开关的一个总开关。那么如果您想去分别控制不同区的开关呢，就使用房间内部其他的开关就可以了。那么当我们离开房间的时候呢，建议大家把这个总开关给关掉，这样所有的电源都会被切断。当然你的冰箱是有另外的外接电源的，所以不用担心，谢谢。